今天才素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 Macritchie Reservoir。 Macritchie Reservoir 呢，就是麦里兹蓄水池啊。这个水池很大，是新加坡最大的蓄水池哦。地理位置呢，就是在新加坡的中央，新加坡的中央地点。这个蓄水池呢，在新加坡呢是有四个水库哦，这里呢是其中的一个水库。 那么其实这个水库呢是有故事的啦，在1867年呢就已经建好了这里的水池，这里的水池呢1867年就有一位呢慈善家呢叫做 Tan Kim Seng 啊，陈金生啊，在1867年呢他就捐了13000块，13000元新币呢，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，这个数目呢在150年前呢他就捐助了来啊。 建立的四个水库，这个水库呢，如果跑完全部的，是大概是有11公里长，但是今天呢，才速呢是不会走完全部，我不会走到对面去了，我只是走这边大概是四分之一的路程，大概是2公里到3公里的路程而已了，所以。 很喜欢大自然的人呢，都会来这里欣赏这里的大自然。这里的附近呢都是保护区呢，这里附近都不可以建屋子，都是保留下来的，所以可以来这边呢体验一下这里的蓄水池 Macritchie。 另外三个蓄水池呢是叫做什么 Lower Reservoir， 还有 Upper Reservoir， 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 Upper Slater Reservoir。 但是这里呢是 Macritchie Reservoir 麦里兹，所以现在财叔呢和我的另一半呢来这边走走，这里呢也是我很久没有来了，我看将近也是有十年多了，也是没有来，所以来这边来体验体验，走走一下，就跟着财叔一起的来看吧 ，Macritchie Reservoir。 哎，monkey，monkey，monkey， 嘿。